姐，你先爬个山吧。我是在乡下长大的，小时候可是练过一些武术，所以体力可以了。那好，我们出发吧。出发。青春只剩一张绝版海报，把你贴在额角，收藏你的背影变成无价之宝。 我坐。今天拍片呢，非常的冷，因为我们来到山上，要到很像远足那种爬山。可是因为冷，虽然大天气，可是好险，真的有外套撑着，不然真冷死了。而且今天呢，刚好是特效来。 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哈，有够衰的一天，因为之前又看他坐跑车啊什么的，很冷啊。哦，都我，然后现在终于他咬到那个什么蚂蟥哦，然后有蛇啊从他旁边经过。嗯，我有个问题，我喂过他了吗？你们有喂饱他吗？他现在没有喂饱，我希望。我怕天气冷，他有点喂饱。<笑> 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贺少兰。今天拍的是登山戏，为什么会有两个登山棍呢？因为我现在运气真的很不好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我不只要摔下山沟，然后呢，起来的时候蛇等一下会在这个树枝的旁边，就在离我非常近的地方，所以我刚刚真的看到蛇，你知道，我昨天一直想说这一场戏要怎么拍，滚下山沟啊，看到蛇在我旁边，还有脚要被蚂蟥咬，我就一直在想这一场怎么拍。 然后刚我看到真的是，虽然它是无毒的，也不是保育类的，好吧，但是还本身不是太喜欢蛇啊，说实在的，就是蛮有趣的。人血动物，你们这蛇还好吗？去买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收工可以吃蛇肉，喝蛇食。 蛇胆，蛇胆，蛇胆，不敢不说来不回改。我让士兵高粱，可以泡一下。所以等一下呢，他会离我多近？我还蛮期待，没有一点都不想期待，是还蛮紧张的。然后还有蚂蟥要咬我的腿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一场戏算是困难重重，唯一是很多天下雨，今天没下雨，至少不用在烂泥巴里面。所以呢，也是有。 地方，所以让我们拍的是偶像剧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，期待一下蛇到底离我有多近。好，哇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快耶！快耶！快！我真的会跑掉，会跑。我觉得怎么动？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道具什么都行。 蛇要怎么动，它都可以控制。我要缠着阿星，我也是会怕的。你不要突然发这点疯，我就完了我。来，把它拿过来啊！把它过来，你就把它拉起来。哎，它在卷它。好可怜啊！因为它要走。我超会攻击哦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真的。对，早上忘了喂它吃午餐吧。早上有到底有没有喂啊？ 你如果养一只蛇啊，我靠，它感觉要攻击，它不吃你，是因为它还比你小，就哪一天它比你长的时候，它就会把它吃掉。所以，那怎么？我是站起来，对，因为我可能站起来，有可能站起来一个蛇是垂下来的。哦，它不会咬人，因为已经拔过牙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有拔过牙啊，有，而且没有毒了，就是没有毒啊，就是。 顶多也是，顶多也是，比较像是就是有血清吗？有血清吗？它会咬人，就是。刚刚要咬，蛇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不要动！不要动！嗯，但是我不跟你往左，往右看，看那蛇爬哪里？随便。爬进衣服里。爬进去吗？我也不想回头。我。反正就。 反正待会就拿一个枯枝啊哈，自己拿，对对对，拿那个就好，对对对。
它可能会缠上去。它拨开了。哎，你记得是往外拨，不是往我这里拨哦。你一定要拨对方向哦。我靠！不是，我是怕它没拨到时间，我头上浇下去。因为太紧张。待会会分开拍了啊，安全为主。来，快快快快快！来，不不不，来来来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很棒啦，他是真的。会吗？会还是不会？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来，我要改一下，你这个太难弄了。来，你先让他休息一下哈。休息一下。他要操班的，同学旁边休息啊。操班，他有大操班的，有大气嘛？有大气。甩一甩，他晕的。我跟你讲，改了。你刚才先把他打死了。他从墙爬过去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这样控制是可以，他从脚上这样溜过去。然后可能会不会爬上来？不可能。终于有人追了。还好编剧没写什么虎头蜂窝，哎，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发挥。好，好来，进，五四三，来录的哦，录了，我再进去，你要不要跟他走？是我吗？是，我来进去，别动啊，上面别动，上面别动，好，对，我要回家。我觉得天柱我也之前就是因为冷，我觉得值得，因为我超怕蛇的，所以他蛇从他今天这样溜过，然后我不用去碰触他，我觉得很幸运。然后我觉得今天非常好玩，因为看到贺少然惊慌失措的感觉，因为他说他也很怕蛇，所以是不是风水轮流转？那今天很开心，因为拍得很快，可能因为跟贺导跟贺夫人他们大家都是很厉害的前辈，所以比较厉害。到我啦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再拍他一下，走，就放歌了哦。对。臭了，觉得有点。那个肉腿脚上真的是有 feel 的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整个这样子 S 型两只脚绕过来。他没有拍我脸，我还以为会拍我的脸。对呀，所以要一大家好，我是王道。道哥不用这么好不好？道哥，我们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要还是要有一点这个正式一点。好，在戏里面我们演一对夫妻，我演一个导演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应该是就不会像以前那些爸爸那么样子的严肃，好不好？就我还是觉得蛮开心的，啊，就是来到现场就是、欢乐，好吧？你说我讲对不对？对，但道哥我不开心啊。为什么？这话说二十年前啊，道哥不要讲二十年前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二十年前是小妹妹，可是现在跟道哥演夫妻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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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尽量保持不要太老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我们来拍这段戏，就是，这贺导呢，这个有这个爬山的这个怎么样运动习惯吧，哈。那么在这个路途上中间呢，就碰到这个永琪呢就很希望贺导能够帮他拍一支广告，可是呢，贺导拒绝了他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啊。我觉得戏很可爱。本身这个对，然后来到这边，他以为爬山很容易，就没想到他确实是第一个被撂倒的那一位。对对，没有什么登山经验啊，好吧，所以今天真的也是蛮运气，因为台北已经一连下了大概三个礼拜的雨，好不容易我们今天说上山拍这场戏的时候，终于放晴。有福气 ，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把盐拔它会哦，所以不能拔断的原因就是说，
它会就咬住你的那个，就很难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它会吸回去。OK， 你看又学了一样东西，是吧？好，好。